离开湖口，骑过黄河，到了山西省，沿309国道一路上下起伏，来到蓟县。蓟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晋西南黄土高原腹地，盛产蓟县苹果。向右前方直行，进入309国道。向右前方直行，绕环岛骑行70米。直行出环岛，进入309国道。渡口客栈古渡口小镇，古渡口小镇，前方直行200米。进入309国道。陕西七郎窝黄河大桥，前方沿309国道继续骑行大约360米。前方100米右转，进入309国道。右转，进入309国道。前方沿309国道继续骑行大约14.7公里。上坡标志了，上坡，上坡标志。100米右转，进入新华西街。右转，进入新华西街。前方直行500米。40公里耗时4小时13分20秒，最近1公里用时4分13秒。进入新华东街。前方
将沿新华东街继续骑行大约400米。骑了14圈。前方直行200米。上坡，导航竟然叫我到县政府后面去转一圈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个骑行结束，你已经骑了41公里，耗时4小时23分37秒，最近1公里用时10分17秒，心率94。今天这个房间是55元的，然后自行车就放1楼的院子里。